那时阵我就爱你啊。你现在是在讲啥？我讲我爱你，我只想要站在你边啊，陪伴你，报答你。若是袂当报答，我就常常在看你啊，我就心满意足啊，让我陪你。你不是一个人，你袂孤单。不管你是谁，我袂离开你，我袂离开你。到时，咱的小笼包就会当伫边仔看爸爸是安怎拍拼的，还有爸爸伫生意上的迄咩咩咔咔。到时恁两个爸仔囝就会当联手拍拼，变成真正的豪门。奇怪，敢讲真正是我看唔对哩？啊，若无，那拢无找伊咯。我真正不知道您走的这是要创啥啦？我就一个人好好在这泡汤啊。内底有一个可能鬼人啊！无啦，你看唔到啦。刘谦呐，是你哦、喔！刘谦呐，你要伫个眠床下创啥？原来恁两个，无啦，代志唔是你想安尼啦。哎呀，你真正是我的缪斯女神呢。只要会当甲你斗三工哦，我的身躯就无创啥。那呢，我先来抽时间咯，等提案结束了，我再甲你联络哈。你。站起来！啊，你拢唔免给我一挂奖励哦。嗯，我要进进。好了好了。好了，我搁要整理资料呢，时间剩无偌济啊，我先来走啊。嗯。哎呦，我足久无看到你安尼，搁我给我五分钟安那。我这边公路上大，你袂当甲我拒绝咯。我爱你这五分钟，只属于我一个人的。我心就跳，我心就跳。真老实嘞，是妈妈还蛮敢惊。你今好伊拢才一机会，嘛一直替伊找借口，伊竟然去做出这款代志。我即摆开始，恁是我唔对。我把上多的心思拢放伫个工作上，我注意到一路的变化。即摆已经证明，顶边提案就是先阿甲咱的想法甲伊拢讲的，是我疏忽，我嘛有责任。所以这边。咱绝对袂当输。今仔不管我做啥物，我可能拢无法度挽回我的感情甲我的家庭。啊，不过我袂当甲万里嘛不会参累。哎呀，戆囡仔！
这不是你遐唔对，你是还到即马到遐尼怪你家己，你敢知影你妈妈怎唔甘的？这位就是柯泉的查某囝，晴天啊！囡仔，伊就是柯泉留予我的宝贝啦。晴天，阿妈甲你讲，这两位是……我知阿妈、阿伯、阿母，恁好。对对对，我就是你阿伯啦。是讲，你还阁是红孩仔时阵，我都已经离开啊，你哪会认得我？我看新闻啦。敢是恁阿伯替选新闻啊？实在是感觉足歹势啦！今日我咧看到我选去失败的新闻。老公，你的学霸子女，你是拍算讲可以伫北京学校发光发热，还是你学校啊？当然嘛是我的学校啊，安尼我嘛较有面甲照顾。妈，啊，你讲好不？我是无什么意见啦，今天伊若愿意，伊答应就好啊。今天，今天啊，阿伯，什么代志？今天啊，你嘛知阿伯要去伯顿高中做校长啊，那呢，我刚刚把你挖叫过来。伯顿。是啊，伯顿高中的排名拢是前几名，你若是转过来，恁阿爸嘛当时刷照顾你。啊，不过伯顿的学费足贵的呢。这你免烦恼，阿爸负责，你只要伫伯顿乖乖读书，安尼就好。无咯，无咯，无咯。冬俊啊，迄学费遐贵，哪会哪会互你付啦？妈，你着我尽一份心力好不？对客群。我这个做哥哥的那么尽着照顾伊的责任嘛，今麦有这个机会，会当栽培伊的查某囝，我相信客群在天之灵一定会答应的。好啦，我就安尼啦。是讲今天啊，你爱乖记得哦吼，你若转去阿爸因咧好读书。你爱更加认真，更加打拼，啊，唔通无乖，互恁阿爸歹做人，有听无啊？阿妈，你放心啦，我一定要足认真读书的，袂互恁失望的。